大家好，我是阿牛，今天要带了两个帅哥，还有带了一个美女，来看看，来，再打一下招呼。哎，大家好，有没有信心爆桶啊？有，两个桶。跟牛哥讲了，一定有信心的。还在全部满了，信心满满。讲满了。摸一下看有没有螃蟹。哎呦，哈哈哈哈，夹到我！你看，死螃蟹！你过来就啊，这家伙，哈哈，跑到哪里去了？来来来来来，啊，把一个钳子绊掉了。不过戴的手套比较好，怕它夹。哎，死螃蟹！好了，抓了一个，我们继续。咦，这里又有一个。咦，抓了吗？怎么没有？这海菜有点麻烦。不要，不管了，咬螃蟹也可以。幸有一个水坑的地方，大部分都会咬的。咦，这里我把它扛出来，我把它扛出来。哦，这个大。好家伙，好爽！一个，哦，不止一个，两个都会咬。你哦，哦哦，那个很大，那个很大。我知道，三四个。就不管了，我跑了。先关一个键。哦，这种起码得两三年了。每一个石头坑下面都不会落空的。最近这段时间好像是这个石头蟹泛滥了。泛滥。捡了很多螃蟹，还有在地下捡了很多山蚝，过来看一下。每个石头蟹都很大，看这里应该有三四斤吧。哎，这里还得捡一些宝贝。来这个好点的地，赶海，开不开心？开心。不会有东西抓，还好。开心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山河总是美好的，爱你们，拜拜。拜拜。回家了，要快点回去了，已经天黑了。好了，安全第一，走。哎，走，走走走走。我来。紫山河吃了，紫螃蟹。这是我们家乡最靓的仔，看，煮点那个螃蟹粥，今天抓的。
哇，现在我们粥已经煮好了，隔着镜头闻着都香的。现在是第二种口味，爆炒。这是我们今天捡的生蚝，准备开饭了，来，朋友们一起过来吃。